老师，我们的前程需要您的指引，我们的知识因你而丰富。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叶云，相信各位对我都不会陌生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但上你们的国文课，同时我也担任你们这一班的级任导师。这是我第一次当导师，你们总以为学生跟老师都是对立的，试试看跟老师做朋友并不难哦。怪不得学生都叫他铁面金刚。苏老师，苏老师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吓到你了。没有，是我自己不好。叶老师今天怎么来这么早？我今天是特别来找你的。找我？原来你要的只是份学生的资料，我还以为。因为我是来找你辅导的，没错，我的确需要。哈哈，下次来了你跟我开玩笑。哎，我是说真的，你是这方面的专家，对于学生跟老师的相处之道又那么有经验，除了你啊，我还真不知道能找谁呢。哎，你这么说我就不敢当了。你这学期开始接导师对不对？事先对学生有所了解，那倒是必要的。放心，只要我帮得上忙，绝对是义不容辞。谢谢。啊，这一份是他们一年级入学的时候所填的家庭资料跟问卷调查表，可以提供你初步的了解。二年三班，你这一班真的是藏龙卧虎，最优秀的跟最让人头痛的学生都在你这一班。江建德，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是一个很优秀的学生。先生，请你不要插队。少啰嗦。你有点道德，有点公德心好不好？大家都辛辛苦苦在排队，为什么你就不遵守秩序？就是嘛，没道德，害群之马。真丢脸，还不如一个国中生。哦，现在这么正直又勇敢的孩子已经不多哎。基本上他是个好孩子，但是我总觉得他有点恃才傲物。我也跟他聊过，他内心总是有点对现状不满，或是对某些制度感到愤愤不平。好啊，这表示他对事情有见解，有自己的思想。如果他的看法跟你不一样的时候，你就累了。这我倒不担心，只要是有理的，我可以接受。况且我也不喜欢那种唯命是从的孩子啊。像这个要当好老师的样子哦。这个陈刚呢，为什么他的资料上画个圈圈？啊，这并不是说他有什么问题，我做个记号只是为了提醒我自己，因为过去一些不大不小的坏事总有他的份。我跟你讲话，你有没有听到？你给我乖一点！你很皮哦，你给我小心一点！干什么？你们为什么欺负他？你少管闲事。什么叫做闲事？他是我们班的，叫我碰到我就要管了。爱管闲事，我一定要让你死得难看。老祖，你去叫警察。哦，好啊，过来啊。这次饶了他，小子来就麻烦了。小子，你给我小心一点，下次让我堵到就要你好看。说。哎，你怎么都不怕他们啊？那些混混啊，都是些杂碎，你只要比他们狠，他们就怕你。我就是凶不起来啊。陈刚的个子并不高大，就是靠了这份霸气，使他成为同学心目中的老大。但我还蛮喜欢他的。为什么？虽然陈刚喜欢调皮捣蛋、惹是生非，可是本性并不坏，而且也不失天真。如果能让他导向正途，将来会是个栋梁之才。
像你学子自己踢过来的。就是说嘛。对啊，刚才高飞球被我接杀。打来了。陈月龙，亲自还我金盔。这样也臭。这是你们班的吴定辉，害羞腼腆，自我要求又特别高，特别需要用心的对待。吴定坤，我对他有印象，我上过他们班国文课，他上课时候特别用心，而且还会背一些唐诗宋词。刚才那五个，包括陈刚在内，同学们称为五坏，他们自称为五帅，是你们班的头痛人物。老师早。早，汪小明，杨丽萍，拿什么东西啊？没有啊，老师，这是同学的便当。啊。叶老师，听说你这学期是当我们的导师。是啊。你们运气很好，叶老师是很好的老师。那我们班的男生会乖多了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比较会听漂亮老师的话啊。老师，我们要回教室了。啊。汪小明跟杨丽君是死党，两人成天是焦不离梦，梦不离焦。一个是聪明伶俐、活泼开朗，另外一个是沉默寡言，老是爱钻牛角尖。好了好了，快到这里就好了啦，我自己会上去。组长过来，你也过来。又知道了，看了，都是你害的。就你们不要送，让我自己搭公车。你们又不肯，你出出门都那么慢，我被你们害惨了啦。姓名？我的。主任，啊！你迟到就爬墙啊？该上课了，你忘了几点睡觉了？啊？为什么迟到？迟到就要接受处罚，为什么爬墙？告诉我，为什么迟到？夏大同也是你们班，他也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学生。为什么？我看他平常上课的时候蛮好的，他很安静，而且成绩也不错啊。可是我觉得他内心是最不平稳的。看不出来哎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夏大同家里很富裕，他又是独生子，所以父母都很宠他。也不是宠他了，应该说是呵护备至。你知道，他妈妈连他一个人坐公车上学都不放心呢。哦。所以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生长的孩子，多少会产生一些问题，对不对？平均总分你几分？96.4。你呢？我忘了哎，反正差你很多分就是了。什么？又被甜面金刚逮到了？你妈为什么那么担心你被绑架啊？我真想不透。陈建德，要帮我们想想看写几个字上去。跳成表示处，我们都很喜欢他哦。弄弄好了，应该都没问题。什么事啊？管那么多。哎，叶老师来了。快点。
是叶云，相信各位都不会对我陌生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但上你们的国文课，同时我也担任你们这一班的级任导师。我希望各位同学能够，老师，老师，我们的前程需要您的指引，我们的知识因你而丰富。老师有信心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没关系，好玩嘛，又是比赛，去。苏老师，我不知道叶老师球打这么好。哦，我小学还是躲避球校队耶。看不出来。不过多接触学生，倒是了解他们的好办法。好可怜哦，他好像断了耶。我们先把它藏在这里，等到放学之后再带它去看医生。你有钱吗？看医生很贵的耶。我找同学大家帮帮忙嘛，总会有办法的啊。你们在做什么？你们两个上课不上课，这边干什么？拿出来。这怎么回事？谁的？说，是我今天上学的时候在路上捡到的，他的脚被车子碾伤了，很可怜哎。把他送去脑部去。中午一起吃牛肉面。好啊，我请客。哪有这种事情，我请。那各不各的，你看怎么样？我请。不要就算了。哈哈，听你的，中午等你啊。OK， 拜。OK， 拜。你们是哪一班的？来吧。怎么了，主任？这两位是我班上的学生，请问他们犯什么错？叶老师，你知道他们带着小狗来学校吗？小狗？什么小狗啊？老师，以前不是说过要爱护小动物吗？这是杨丽君在路上捡到的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狗。这里是学校，不是动物园。学校的学校规定必须要遵守。你们俩把小狗送去哪里去？快！主任，我觉得学生有同情心，会爱护小动物，这是很值得鼓励的。叶老师，第一，他们为的是小狗，会耽误上课的。第二，一个来路不明的动物潜伏着什么危机，学生全无警觉。第三，除了同情心之外，学生对于动物身上的伤根本不懂得采取任何救护措施，只是滥用同情心。另外，我要建议你，亲近学生固然重要，但是别忘了给他们规矩，没有规矩便不成方圆。很介意主任的话，只是觉得学生的行为其实蛮可爱的，主任似乎也有点。
其实训导工作是一种行为的纠正，必须在短时间之内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，不像我们做辅导是采取渐进式的。训导工作跟辅导工作刚好是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白脸，而往往是唱黑脸的不讨好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累了一天也够你受的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好啊，别想太多了。 OK， 拜拜拜拜。让我感觉到自己的责任重大，希望自己能够像诺亚一样，把他们带到一个新的境界，创造出更光明的前途。在家排行老几？最小。最小，老幺是吧？好了，你们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哈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，不要吵了。黄阿姨来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训导主任在你们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很凶，很凶，比较会骂人，很严肃，严肃，最喜欢找人家麻烦，找麻烦，还喜欢记过，还喜欢记过啊，那么辅导室的辅导老师呢？比训导主任好多了，好多啦，他比较不会骂人，不会骂人，看起来比较和蔼啊，比较和蔼啊，善解人意，善解人意哈，比较会听人家说话，比较会听人家说话啊，那你们看洪阿姨怎么样，凶不凶？不会啊，很好，真的吗？真的啊。哦，你们确定啊？确定的。那你们刚才讲训导主任就不对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以前是做训导主任的。骗人！真的吗？骗你们干什么呢？那你以前是在哪边当过训导主任？台北县有戏子，你们知道啊？那边有一个秀峰国中，还有板桥国中，我都在那边做过训导主任呢。这么厉害。对，真的哦。可是我看起来不凶，对不对？对呀、啊啊，所以你们观念就有问题啦。说实在的，训导主任跟辅导老师在学校里面，在孩子的心目中居然有这样的一个差异，我们想这大概是跟两者的角色扮演不同有关。训导主任在学校扮演的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偏向于严父型的角色，而辅导室的老师所扮演的是一个比较属于慈母型的角色，不管是严父也好，是慈母也好，他们的基本出发点都只有一个字，爱。只是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，训导主任所偏重于的是在一个团体性的、公开性的、一般性的，比较希望能够收到立竿见影的一个成效。而辅导呢，则是比较偏向于个案的，所以它具有私密性，具有差异性，同时他们比较注重、比较注意的是一个长期的追踪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训导跟辅导都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工作，都非常的重要。那洪阿姨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哈，在戏里面啊，我们要养小狗，连这一点主任都会管，可是他讲一些理由，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说养小狗其实没有什么不对的啊。赖兄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，我也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啊，事实上我们不管是对人也好，对小狗也好，如果只有短暂的同情心、泛滥的爱心，那是不够的。如果没有了解、关怀跟照顾的能力，如果没有持续有恒的耐心，那么往往会让我们陷入爱之世足与害之这个境界而自己不觉得，那不是有害的吗？